泰迪怎么训练。一、站立训练。泰迪体型较小，可以长时间站立。训练泰迪站立时，主人可以手中拿一块肉干，然后吸引泰迪的注意力，让泰迪过来吃。当泰迪吃得津津有味时，主人再将肉干拿高，迫使泰迪站立。反复几次后，泰迪就学会站立了。二、自控训练。许多泰迪天性顽劣，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这个时候，主人可以抚摸泰迪的背部，让其安静下来。如果泰迪真的安静下来，就给予奶酪、肉干等适口性较好的零食作为奖励。三、止吠训练。部分泰迪很可能会养成乱吠的习惯，这时候主人可以用腿夹住泰迪，让泰迪感到难受，停止犬吠。也可以直接给屡教不改的泰迪佩戴一个防犬吠点击项圈，让泰迪不再犬吠。四、定点排泄。泰迪是种非常聪明的狗狗，因此训练泰迪定点排泄时，可以将它们的粪便放在厕所内，吸引泰迪的注意，也可以直接喷诱导剂引诱泰迪去厕所排便，并及时给予照做的泰迪零食奖励。